四十四颗魔法石，现在要给我的朋友们用力的抽下去。我个人是比较希望有火希腊的，如果抽到火希腊，我会非常爱他。我给你火希腊，会亲他吗？如果可以，让我亲了。亲脚趾，亲脚趾，脚趾抽到的话，搞不好。好来，亲脚。来到这里是名侦探好像我输下来。谁先抽？等一下如果明正再抽巨箱怎么办？就拿150块出来买，好不好？一张卡150块。哎，巨象，巨象王，巨象王，接受他，他是谁？巨象王，干嘛？巨象王，我要抽我吸跟我这里面没，我这这是巨象王，你不要再诅咒我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我这里是不是没有巨象？你看我按到我里面一只巨象都没有，我希望不要有巨象这种东西出现。好，那现在猜拳决定顺位。好，来帮我掌镜，你们猜拳。看小布有黑狗、哦，第三个，快点，小布有黑狗。为什么要是第三位？因为他刚才投出去。那谁抽第一？尬你的妈！快点，这叫打你。那你赢的第一个吗？好，他赢的第一个。可以，你要加入。第三个，干嘛一定要第三个？幸运者，最强的剪刀。谁这两只？谁第二？谁第二？谁第二？啊！抽到火鸡了！我抽两张啊！哎，这么嗨！是连续两张吗？不要啊！第二是在重小，哎，这我去抽吧。我是医生劝，剪刀手掉出来了。哎，我要紧张啊！松点，松点。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来，再过来。我好紧张哦！是我自己。哎，我按到魔法石商店。他都帮我买一只。不敢，会不会真的抽到巨象？哇，好紧张哦！好紧张哦！你在干嘛？要抽了是不是？你要这么近就对了。我剪刀手嘞！啊！敢哦！看到银卡。哎，你不要痛啦！阿妹啊，不要啦！你有阿妹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不用阿妹，我要火吸啊！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我再帮你抽一次啊！哎，你要重新剪刀手嘛！哦，要重拆啊？不用不用啦，直接抽了。要直接吗？直接二连抽啦！二连抽，火吸拜托！绝对不会是，一定是银卡！过时了，金卡。什么金卡？哦，对不起大哥，我错了。哦，小总，白虎啊，白虎，哎，你最近有了吗？我有啦，然后只要白虎，有啊，白虎有三只了。哎，讲个感言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小夫。你花了我300块。对，花了300块。我花了300块抽垃圾。抽垃圾。我对不起他。垃圾手。我等下亲他一下。好，第二位。要全部关掉吗？对，搞我又不抽搞。不要关掉，因为还没有抽到火星。搞我手都很晒，我一直抽到瘦的，是啊。你啊，我是李小凡，我要帮他抽卡喽。你好紧张哦。那我比你还紧张。我拜。拜托火星。亲我脚趾吧。哇，摩羊哎。摩羊哎。你可以转换的。你有了吗？你有啊。你有吗？哎，你跟什么人对啊？摩羊也不错啦，比他好哎。对啊，比我好啊。我可以要火蜥就好了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火蜥。你还有5次机会。我只要火蜥。哎，白鸡。又来再见。拜托火蜥。哦。哦。巨象哥。金龙了，换我了。巨象哥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巨象哥，你刚才抽的那巨象哥出马，你刚才抽的马上忘记他了。哎，有了白金，他不是抽白金吗？咱白金怎么会四星的？坐下，坐下。完了，是。哎，快点。还换我啊！荧幕。哎，荧幕转他，巨象哥。如果抽到巨象，就还我150块。我应该不会抽到巨象啊！火蜥哥来了。是火蜥。火蜥来了，不要火蜥。靠，不会是吧？不是啦，哎，快点翻过来！巨象，真的假的？看你不能抽了，玩我！我要抽第二张，给荧幕看呢！快点，要给荧幕看！你抽到什么？啊，在录啊！
陪过看，我已经打开。哎呀，你很烂，你刚刚没有陪过看哦。哎，差一点点就火熄了，跟你讲。哎，白金哦。最高的镜像。哦，火熄啊。哇，太阳神，太阳神，好吗？好吗？不要啊！我想看第一张是什么？我想要看那个第一张光压神啊！我不要，我火熄啊！我们找到第一张在哪里啊？不要了，不要那巨象，还是要看一下什么？换了，换了。哇，小不巨象，一模一样。巨象，你要作乱？巨象哥，我啊，我闪电，我闪电。哎呀，波罗好不好？现在剩最后两只，光吸啊！现在是最后两只。你要不光吸耶？你要不要光吸啊？我只要火吸，拜托。那你看看你光可不可以走啊？我不要。好痛啊！火吸，拜托。火吸，因为我有帮他成功抽到火吸，所以我想一定会抽到。还有帮我抽过火吸。好，火吸或拜托，拜托，有没有这么难抽？一定很好抽。火吸，火吸，火吸，拜托。哇，好紧张啊！哦，白金哦，金卡啦，金卡，金卡，怎么放不出来？看是什么龙啦？哎，那你可以组光龙公队啦！哦，哎，你有希腊哎，你有希腊神的，那要怎么？我不要，我要火系。最后一张 ，Let's go！ 哎，而且现在还没有一张是火加倍的，真的有啊，有啊，火之下来，有火之下来，一吉祥盒。剩最后一张了，那你觉得我要重开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觉得不要，因为火的还没有了。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对吗？好了，看你了，看你了。这边超白金诶，看你了，没抽到。嗯，那要不要重开啊？我那时候抽的。好，来重开啊，重开。点两下，点两下，连续点两下。不是，干你怎么宕机了？谁知道？好，这边，这边。怎么办？好紧张。哇，火吸。紧张吧。废话。我挤多久了？火吸。哎，像刚才那一颗的。我那一颗，问题是不能买啊。王光吸啊，光队啦。你他妈！你这个巨象哥。光队啊。光队啊。巨象哥。我哎。多你。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只能靠陈小庆小姐了，她是不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呢？可不可以？大家没抽到移花接木一下，可不可以成为？哎哦，这是什么？白金耶！拜托，火星。哎呀，我上干。扁的火星，火龙死啊，火死啊！因为要火，恭喜外抽，恭喜！好了，我现在好了，你往光目标迈进。为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帮你买两颗，还帮你买一颗。那我现在那个不能买啊，我现在不能买啊。Thank you.